啊，我们小孩小小的发烧，小闺女人家发烧，我跟人弄着，你妹妹这当唠着的啊，上网桌给他闺女凑他闺女还小小的去发烧。他说这话有吗？对不起良心老呗。对不起良心了不？对不起良心了。要不我这么说呀？对不起良心老呗。哪会发烧我没过来过呀？那天你说你想去上娶你闺女，你给我吃啊？这是你闺女还不？我照顾你问你这聊谁闹我的你？别喊师姐，别喊了。你拿我们当唠叨呗？不是，你拿我们当唠叨，谁的我都给我们弄成你这么样了？你上不尊，你下不孝，你叫唠叨呗？我不说你是唠叨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再说我闺女也是肉，我是。啊对，还这肉还你怎么不粗我们跟你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粗你？人家买的就是我们一肉，我没粗啊。听我。他那天发烧发很大，给我烧完之后，你怎么不粗呀？来，我问。发烧是你们，你，别闹了，谁把人我们弄过来啊？这个事儿。你别喊，你别喊。你闺女发烧，你都粗，你闺女叫王二刀。你别说。来，我问你，来，我问你。人家发烧，我来了不？来，我问你，兰兰，你别说话了，我问来，是这样的，闺女啊，你婆婆说这句话，你听到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是吧？你不能说把老人都困到这儿，全管你，不去管闺女。说说我让你比较，老人是管的你多，还是管的闺女多，是吧？如果管的你多，你就应该知足。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，比方说，你说月子里没伺候你，前十天是不是你婆婆伺候的？是孩子孝子，然后你别逮着我大月子，你坐痔疮去，不是说命令他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人有病，还有生死，他谁能预料掉到吗？成心躲你，他在医院住一个月再回来不得了。他这因为放心不下，他在做完手术就回来了。咱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，对不对？孩子是你自己的，你来监护。老人伺候咱一天就是一天的功劳，老人照顾咱十天就是十天的恩情。咱这么想就对了，老人身体生活方方面面都允许，就给你看，人家不给你管你能怎么着？他没有这个义务。你说老是这样子成了找事儿了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因为你婆婆你看那腿了是吧，而且心脏也不好，他们这个年龄也需要你们来关照的年龄了。对于帮大姐的劝说，小王也表示，就算是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是他没有理解公婆，在分家的事儿上却是公婆故意在跟他过不去。他把月子呢都说咱们分房，人人两家大房，从中间打隔断。说这个房啊啊，这唠的说的，这我打隔断，我有我两间房整不起吧。然后我就走了，没使了，从这里没使了，然后没使了以后我上家去，您也没跟我说分家，把我东西背地这个廊摊上去了。煤气灶味还有这个做饭这个都上他个屋去了，对他屋去了，就是没有告诉你是吧？啊，等会儿这冷了，等我们两口子又搬进来的。他这个过程是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再说回来有孝子呢，哎，但是有孝子呢，有我婶婶的话，他是媳妇，我得给孝子那么摆。问问是谁搬过去的，谁给他背的？他不是以这个口口声声说背出去的，扔出去的，谁背的？谁扔的？问我们孝子，你说这个事儿，我有那么回事呗？你孝子去了没？你给我弄出去了没？啊，不是，你孝子我也是孝你，你孝子是你孝你，你们俩孝子去了没？给我，还你在院子你啊？你都说啊，有你这么做的呗？当老是在是在院子里，是在院子里，是在院子你好呗？这事实，这事实，你院子怎么着？从他进上门子，这没痛快过，然后进这个院子五天当了，他娘家他们，他兄弟，他妈，他爸爸在我们这儿打架，说说为什么？月子的打架，哎，就是没有这事，没有这事，我不知道这事，没有那么回事。他说没有，我要一进上来我就说没有那么回事。是你打的这孝子，他们俩在一块上班，都是同时给你，不知道给你姑父什么干活了，是怎么着？他孝子他了，他孝子他了，你们这一家子没有。啊，那他娘家的事上，娘家说你为什么跑到这月子闹事啊？我爸爸我妈傻，月子你闺女坐月子往这儿打架了，有可能呗？你说你可以开玩笑了呗？我就说你别杜建，别杜上他们俩。这是你爸爸，他们俩上次五天五来问我来了呗，咱们这是实行500，五天5000，就是是五天五啊，上次吃饭来了呗，还我还不记清喽，你记清不记清？你兄弟回来了，家里没人打电话说上这里，上这就那啊都过来了，哎，过来了就吃饭来了，家里没人走话，他妈上回来了。你想想，你想想有这事儿不？闺女，我说的话不是一句我讲话我也不说。然后你说那个他们家吃饭超了以后，我们孝子不穿呢？
一串，然后你全是毛，一谁没让谁一串给谁着火，圈子你就圈了，你这矛盾你都冲着反墙，冲着我们孝子来了。哦，来了以后一看这个阵仗是软的不？孝子说你，咱们分家吧，不是分吧？啊，这么提起来分家是吧？孝子分。